有点像武侠那类，然后就是仙剑武侠那类的感觉，然后可是它有点点 BL 的成分，但其实也还好啦，目前还好。因为达到了 B 级，真的是太累了。嗨，玄咪，嗨，樊东，嗨，大天狗，嗨，阿布萨，嗨，Angus NAZCA，嗨，偷摸，嗨，小耳朵，这还蛮好看的，就是因为它是小说，就听说还蛮多人追的，然后我说那就去看一下。有没有想到我要看小说？因为它原本是小说嘛，然后可能我怕动画可能有点讲不太清楚，所以就有点想去看小说，可是又觉得小说买一整集，它有点太贵。而且网络上应该有，想说去网络上找看看好。它本来就是古代的风格啊，就是那个武侠那类的，武侠那类版就是古代的风格。它有一点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没有看到很后面，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准确。总觉得男主角是那个无限，应该有一点点故事，因为他后来就是会我，因为他后来就是怎么讲，他的出生也是一个谜，目前还没有看到。然后他就是他喜欢，就是他其实心地不坏，可是他会学一些不是正道的那个仙学，就是。反正对其他人而言，就是那邪门歪道。然后反正他后来好像是走歪了还是怎样的，然后就变成就是他就是用邪术什么的，然后就被其他的就是修仙的人追杀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一半层面应该是就是被误会之类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他把不是一个坏人啊，就是看他的深浅的话，就会觉得他明明就不是个坏人，感觉有什么事情，感觉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就是他才突然就是变坏之类的，也不算变坏，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变坏，就是他其实不会滥杀无辜什么的，可是他会利用已经死掉的人，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像他将死掉人，然后变成僵尸的感觉，然后利用那些僵尸去打怪之类，打鬼或者是会攻击人啊，可是是。我不知道，那是很后面的事情。我现在在看他的前身的故事，所以现在还有点久远，才刚看没多久。而我原本以为他是新番，就我才发现哦，原来他已经做过，就是2018年的时候出过，2季的样子，全部23集，然后两季，然后这最近是第三季要出，所以是 Amy，后来是变成 Amy 唱的歌，因为原本好像不是。原本是大陆那边做的制作的，然后但是好像听说有一点点，好像有什么那个就是议，反正就是有什么议题来着，就是好像就是有什么被禁播就对，然后后来就被禁播了。我 说还好网络上有资源，不然我就看不到了。而且还有什么删减版，因为有些地方很露骨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很多规矩啊之类的，对，就什么都不什么什么东西不行，什么东西不行，然后就有人被禁播，然后后来就整个被下架，呵呵，还好网络上还有资源，吓死我！谢谢太空的花之精粹，谢谢本人的生日蜡烛。什么生日会低抽？哼，低抽，你坐哪？哎，对耶，抽完了吧？这么晚了应该抽完了，抽完了，大家的位置在哪？大家抽到好位置了吗？谢谢 blue 许愿瓶，嗨阿法，嗨太空，嗨北原，嗨国树，嗨可嗨光，那应该是念佑吧，把它组起来。嗨什么一抽要修罗场？为什么一抽是指第一排吗？是吗？是第一排吗？嗨哇滴，嗨嗨星期三孩子报平安，嗨黄鱼，嗨咪嗦，嗨呆呆，嗨佛像猫猫。嗨，信念。嗨，G X 不 Z U T G I H E。嗨，梁子，嗨，阿元。因为没有，因为那时候是大陆的时候制作，所以歌是不是日文歌？然后好像后来的那个版权就是可能卖给日本的吧，因为就是还蛮红的，其实就是
有一次腐女，在腐女圈好像蛮红的。总之就是他的客群也不小，然后所以可能日本可能有兴趣，就拿去做动画了吧？太棒了，棒！而且还是找 Anne 棒，很聪明，真的超喜欢的。就是 A 妹的歌是让我更想看，所以我就跑回去看前面，因为后面是续作，就是在更后面的故事，因为它蛮长，它小说好像就有四五本吧，忘记有几本，但是大概有四五本，蛮多的，所以就做的有点久远，那类的，对对对，就是什么胸部太大啊，怎样啊，然后讲话的可能里面的有些话可能比较不好啊之类，然后他们就。有些原本是有删减过啦，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被下架了。但是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就是男生与男生的互动，因为应该说有互动，可是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很什么很腐的，就是他就是那种师兄那类的呀，就是情感吧，应该说算友情嘛，算是吧，我也不太懂，就是那种感觉。国术旁边那不是蛮近的吗？第十抽算哪里？算中间吗？还是后面？因为我不知道生日会的位置大概有几抽，忘记了。因为我之前好像也没有抽过生日会，忘了。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去参加生日会的那个直播，因为。太晚了，他在那个时间点直播，我回家比较麻烦，所以就没有参加直播了。我也回不了家，回得了家，但是要提早订车票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有的是云林的车票本来就很少，有的是公车只有一台，你知道吗？客运只有一台，你知道要回家实在是太困难，所以我都会提早订车票，而且我也不喜欢人挤人的。所以就想说，那就提早回来好了。十抽会很远吗？十抽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远。十抽是位置在哪里啊？我是没有印象，而且因为28号的地点可能跟我们之前那个地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确定位置长怎样。第八好像也还可以吧。第五抽还不错啊。第五抽应该还不错吧？应该吧。那太远了，那个充电的。什么小迪修罗？应该还好吧，我觉得。他绝对是选小迪的啊，对不对？他内心一定是选小迪的啦，这大家都知道，好不好？不用想了，他肯定是选小迪的，哼。我已经猜到，我没猜啦，就是大家都选自己喜欢的就好，我没有想要逼人家选。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定会有自己最喜欢的人嘛，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就是你就选自己想要就好啊，你就选自己内心喜欢的最重要。那我也是这样啊，我就是我也不太喜欢，我也不太会顾虑其他人的眼光什么，就觉得反正就自己喜欢，然后不能选自己喜欢的就好，对吧？没什么不可以的，反正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我不会难过。第九应该算中间，差不多吧。可是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号码、欸。28那天的场地的大小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场地的大小，那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到底多大。可以啊，我没意见，你们自己 OK 就好。刚不知道看到哪去了。
对岸还不能光明正大 BL， 没有，其实这也不算 BL 番，但是它偏 BL 的作品，因为它有一点点那种革命情感之类的感觉，但因为里面都是男角居多嘛，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像 BL 吧，因为就是情感会比较多一点，就是男生之间的情感会比较多一点，可能有，也许不是那种情感，就是可能是那种友情的情感，或者是师兄弟的那种情感之类的，可是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腐吧，没办法。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腐女内心都非常的腐，就觉得啊好可爱哦，那种感觉。而且我真的觉得男主角的个性实在太可爱了，他是我会喜欢那种个性，是那种锵锵的，也不是锵，就是那种他只是喜欢耍宝，然后爱好自由的类型吧，就是他就不太不喜欢拘束啊，然后很活泼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喜欢那种个性，我就很讨喜。然后他另外一个男主角就是刚好这个性跟他相反，他就是比较保守，然后很怎么讲，就是很中规中矩的。然后男主角就一直闹他什么，就很可爱，就那种互动很可爱。香，还有一个跟他很好的师兄弟，别的盘门派的，不是别的门派，同一个门派，但是男主角其实不是他们，原本不是他们的人，就是。他好像是被庄主捡回家的，所以我很好奇他的身世，因为他是真是一个谜的感觉。又来，好好笑，他真的很闹哎，就是好可爱哦。现在都没看哦，还没吗？是哦，嗯，所以已经有，不对啊，已经不是刚抽了吗？所以你刚没有看直播。怎么欺负你们粉丝？居然给我20抽，很正常啊，没有粉丝很常这样啊。我的粉丝很容易抽歪，你要习惯。我已经习惯大家抽歪，你知道吗？因为感觉就是大家很容易抽歪。可能会删减超尾版，其实还好，因为我看好像是没删减过，就是正常的，因为没有那种剪接很奇怪的地方，所以好像还好。过段时间会又是清谈。而且他的配音员是阿杰，应该大家都知道阿杰是谁吧？还是台湾？不对啊，这听起来是那边的口音。而且还有那个另外怎么讲，算是方言嘛，就是他们那边的方言，听起来很妙哎，听不懂。亮亮的，对啊，我是用那个 bling bling 的眼影，还有更 bling 的，就是不太想用，因为现在是平常的妆。还有我现在很喜欢这个，我就觉得我会入坑，可怕，那一直犹豫我不要看，我觉得我看了就会入坑，结果我还是看了，因为这真的还蛮好奇它的内容在做什么，而且其实听说很多腐女都很推，然后我就说哈，感觉好像很好看，然后看一下好了，真的很好看，这我现在还看第六集而已，20抽还蛮后面的吗？好像蛮后面的，二十抽蛮后面的，一二三抽惯例会在第一排，二十抽好像有点后面，好像有一点后面，但是你们要抽，我们可能要去后排了，那你就给我去后排啊，哼，我就特地把国树抽到后排去好了，国树很想要后排，万一是小迪把你抽到后排了，你还敢在那边说吗？在那边，哼，少来。分明就是刚好的好吗？刚好，好像我把你的心脏撕掉，好吃鸡心，好吃。觉得我的胃真的很小可能是因为我又喝了木瓜牛奶，因为我有点木瓜牛奶，我一直在犹豫我要喝西瓜牛奶还是木瓜牛奶，然后还想，我好像比较缺木瓜，需要木瓜的帮助，虽然没，我觉得没什么用啦。但是就想说喝一下，很久没喝木瓜牛奶，因为西瓜牛奶偏冷，因为西瓜是冷的水果。我想说，天气有点冷，还是喝木瓜的好了，顺便补一下身体这样。对，是新场地，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长怎么样。怎么还有站票？才不要站票嘞，很烦嘞！
从台北站到云林，谁要站啊？我投给他，他不要，神经病！我还推一个大行李箱给他喽，还是没多大，但是很重啊。谁愿意搭这么搭三小时的车，然后站着？我才不要！我在高雄的时候是这样坐过，真的要疯了，你知道吗？我真想直接坐在地板上，超好笑。我也是真的坐在地板上，因为那时候人蛮少的。然后，可是我又觉得没买票坐别的位置也不太好，然后就坐在地板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坐在地板上，然后就蹲着。我有一次就卡在那缝缝里，然后就蹲着，我就蹲得下去了，因为那对，因为我很小嘛，就是我体积很小，然后我就蹲在下面这样。从高雄回来的时候，我就卡在那个缝缝里，也没有，那时候没位置啦。然后说好吧，就是想说那就只好站着，因为高雄搭自强号到云林的话大概2小时，所以还好。然后我想说好吧，我就蹲在那里，反正蹲在那边也是可以坐着嘛，因为就是你就把小包包放在地上，然后坐在包包上这样，或者坐在那个。就是它也是有那个踏脚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踏脚上面，虽然坐久了屁股会痛，很好笑，我就这样来了，你知道吗？超累，好不好？不要站着，疯了！而且站着脚会越来越粗哦。虽然也不会那么严重了，但是就像坐太久、站太久，其实都不好。草莓酱 ，Hello， 因为我第一抽就很高，可以做的开心。第一抽很前面不是吗？快笑，什么意思啦？第一抽应该蛮前面的吧？第一抽不是最前面的号码吗？十四抽没意外，又是一堆大头，那你叫他们的头可以缩小一点吗？用魔法把他们的头变小一点。说不好意思，你头太大，我可以把你的头缩小一点吗？这样。我想要把你的头变小一点，你帮他把他的头变小一点。什么？你们玩他？想看我们两个玩他？我不知道，问小迪哦。你可以问小迪哦。嗯，那应该差不多吧。死错的话，应该就在中间了。那我最近也要跟朋友出去吃饭什么的，因为很久没约了。哦，好棒！我们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有空。不，他今天会停更，我难过。好吧，版主身体不舒服。好的，今天没有漫画可以看。我每天都会关注有没有更新。最近看了一个，也不算最近啊，一阵子了，有一个网站，大家可以不用知道，反正就是 BL 的网站，然后他们上面就是会放资源，就是超赞的，他也看免费的 BL， 不过就是要等他更新，比较辛苦一点，说等他更新，因为有时候他不会更新，像今天就不会，就看完了，而且我看漫画其实看很快。我昨天才买了那个漫画书，就是电子的漫画书，因为有那个折扣，就是他有送很多点数，我说哦点数，然后就赶快买，快笑死，真的是为了那个点数，但是也很想看，然后就买，但是就是还好哎，就是意外没有我那么想象中那么好，但很多反正就便宜嘛，就是至少便宜，然后他不让我看。我的页面是卡住的耶，他网页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全部的画面又跑不出来，超可怕！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嘞？他网页挂掉了吗？跑不出图片哎，好可怕！哎，真糟糕，那怎么办？跑不出图片来，我要怎么看？我要看封面欸，傻眼！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卡住，因为太多人看吗？完蛋，我完全看不到他的那个画面，完全没有画面，到底好麻烦哦，怎么办？我思考中。他不能
那个吗？我记得它可以扣点数啊。我想一下。哦，我知道，思考中，在想它到底要怎么做。我已经有折扣，不知道能不能折扣。谢谢太空的文手礼。小迪不一定觉得我会选他，想太多，肯定选你呀、啊！不对不对，肯定是选他、啊。我谁共享？不会啦，担心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你一定选小迪，没救了，哼！在这里是茶汤会，那个不是茶汤会，茶汤会哪有木瓜牛奶？茶汤会没有木瓜牛奶的东西啦。那个女角来加入了修什么修罗场？为什么会有女角？好像没有。看我一目笑，哪有超多好不好？谢谢勇哥，新年快乐！谢谢，欢迎美迪，粉丝抽爱是常态。我在心想，你会怎么排选？不一定，没办法，就是可能要等到那时候才知道。可以耶，我还要扣掉40块，不要22块。29块，好烦哦！我在干嘛？19块，不对啊，这样好像怪怪的。我想想，到底在干嘛？好蠢哦！这样嘛，那应该是19加5是什么？24嘛，24，好好笑哦！这样嘛，我看一下。然后呢？这样真的可以买吗？我想想，刚好100，硬要，也可以耶，可以再折价，好猛哦！这点数真的是太万能了。他这样漫画便宜超多的，他原本漫画要150几块，然后我刚买起来才100块，超划算的，而且还不用就是占空间。虽然其实我上次去动漫展的时候，就是我跟那个阿潘去动漫展的时候呢，我还是买漫画。那我这次反而没有买周边，因为我觉得最近的周边对我来说好像还好，因为我最近想买立牌那类，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立牌就是太多都很像，就有点普通，所以我全部都是请代购的。像我有代购那个义勇的那个生日的那个生日特点的那个立牌，我就有请人家代购，其实也还好，因为才大概也是300-400块，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价钱，而且有时候反而还比较便宜一点点。而且就是不需要跟人家抢，觉得很开心，就是只是要等他而已，因为要时间比较久。早就入坑还是没有入坑？没有哎、欸，我刚开始没真的没有入坑，就是还好。我不是看完了吗？很有手怎么了？辅介神作是吧？听说还蛮好看的，但是有没有到神作我不知道，应该是因人而异。那我最喜欢的还是探索者系列的，就是因为它是真的是反正就是 BL 漫画，只是它就有做 AV 那个 OVA，就是没有那种，它不像那个，它不是那种。集数有集数的那一种，它就是单纯的 OVA，所以就一两集，超级不够的，因为它其实已经画很久了，它已经画很多了，然后可是它做的内容很少，就是前期的时候有做，可是后期没有做，在想可能作者觉得没有想过要做吧，我觉得，但我很想要建议他可以做，我很想求他出动画，可是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出动画，因为。还蛮多知名的那个 BL 漫画，都后来都改编成动画，所以我就觉得感觉老师应该可以做动画，就很想要建议他来出个动画。他还是很暗，等一下，这都是最后的最后了，
所以二十应该蛮后面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滚！从25岁以前，那是青木瓜，哈哈哈，好好笑、喔。对，很饱哎、欸，我是木瓜牛奶超饱的，我现在的胃里都是木瓜牛奶的感觉。坐行李箱，我之前会坐行李箱，可是有些行李箱塞不进去就坐不了，而且是太大了，太大的时候塞不进去。然后说算了，放弃，超好笑。说好好算了，所以我都只用蹲的，因为塞不下那个行李箱太大。如果觉得还好，就是反正我塞得进去，我就很骄傲。谢谢 CKNK 的214，爱你。哦，对，我214就没有开直播了，因为我只有开生日的那一天。214就是假日，嗯，所以我假日没有播。谢谢欢迎，但是214爱你，谢谢。现在是1312，差两个就变1314了耶，这么的差一点点，差两点就1314。想要听这首歌哦，可是他出了吗？他是不是还没有出动画？可是已经有歌了哎，就我很好奇他到底出了没。我来查一下，我怎么觉得他还没出啊？因为我今天查的时候没有看到消息，可是都已经有歌了耶，好怪。哦，有欸有欸有欸，还真的有，好好笑。只有六集，只有六集是什么意思？哼，什么的？什么？哈？什么意思？到底有还是没有？看不懂。看起来好像没有，好像又有。看一下哔哩哔哩，站过从台北到台南，太远了吧？疯了！是我才不做嘞！等值得到啊！吓死我！什么东东？好像没有哎、欸，说好的第三季呢？什么意思？好怕哦，怎么办？可是他的名字很特别，夷陵老祖。他的名字变得很气派，而且跟他的形象好不搭，就是给人就是怎么讲，印象中给人感觉应该是有点再更怎么讲，因为他现在的形象那种可爱可爱的，就是有点调皮的那种小男生。可是我印象中，我以为会是那种比较再更有男子气概那种感觉的。到底是什么？好好奇哦、喔！啊，是 Q 版的动画、啊、，Q 版的，先不要。哈是 Q 版的哟。啊，好好奇哦、喔。好像有啦，《异城篇》第三季叫《异城篇》，但是时间还不知道，但是。听说已经不对啊，可是都有歌了耶，好，有点问号哎，什么意思？好难懂哦。什么？所以等一下，所以 Amy 的歌到底是哪一个啊？好好奇哦。不可能是第二季的吧？第二季不是去年吗？还是他的那首歌是第二季？可是我见他上面写第一季的。什么？所以他还没有出来意思吗？好啊啊，好乱哦！我现在有点混乱，到底有没有第三季呢？嗯，还是
是还没出来啊，但都有歌了耶，歌先出来，可是动画还没有出来，太久了吧？好，超可爱，这个就是无限，这是男主角，但这是那个啦，那是粘土人，好可爱哦，他的形象超可爱，哦，有啦，他是这个 Q 版的，这是第三季超话，可是他就是 Q 版的动画。好可爱哦！我觉得 Q 版的超可爱的，傻眼。Q 版怎么那么可爱啊？太可爱了吧！好讨厌哦，在讨厌什么鬼？天哪，很可爱哦！我觉得我也入坑。有些男生都会在二十抽，也太可怜了吧！快跟别人买。怎么叫人家跟别人买呢？太坏了。没有，我是说，快抢他们的，不是？这更夸张。可是他的那个预告很像真，就是很像动画，不是那种 Q 版的，看起来是动画，而不是 Q 版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有点好奇。所以我现在有点好奇的是，无限他到底，因为毕竟我还没有看完，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点害怕，我会害怕。当心，感觉就很虐，因为哦，对，因为听说很多人都说很虐，对，听说这一出很虐，我已经感受到他很虐了，我还没有看到就觉得他很虐了，好害怕哦。什么公园会带那卡行李箱吗？什么那卡行李箱？我没有带啊，我从来不带行李箱。我很少带行李箱，我除非是那种很多东西我才会带行李箱，像如果是握手会，我可能就会带行李箱，因为握手会的东西比较多。差不多吧，因为高雄云林本来就没什么客运啊，所以就是蛮不方便的，对，因为没有什么客运，所以也没有到很方便，所以我宁愿搭火车。到新竹要退退，是要坐着啊？嗯，没有牛奶了。好好笑哦！后面粉丝要不要跟你换？要把头变小，可能要玩到人形人中。你说真人吗？要找是真人吧？印象中是。你要找真人吗？是真人吧？我想想哦。现在没有人在家，对，是真人没错。我需要真人的帮助。真人是有真人的画作，有时候很崩，然后有时候又很好看，真是太可怕了。是我觉得画师很妙哎、欸，我就说你的画风可不可以正常一点？他跳来跳去超可怕的。很久回云林了吗？但回云林啊，明天吧。就我听他的歌就觉得有点小虐了，因为毕竟就是。这首歌比较有点小哀伤，好可怜，不可怜，你第一排可怜个屁啊，坐在那边。这主要好像是那个蓝湛跟魏无羡的故事，应该算是吧，就是情感方面的话 ，CP 的话好像这两个人比较常见。谢谢黑龙的真情告白，不知道成精会怎么样？修仙，成仙，快笑死！不然时间很多，一定要多买几本。对啊，生日是后天吗？对啊，
谢谢，新年新年快乐！我生日那天也会直播，买 YouTube 推荐的电子书嘛？对啊，也很方便。他这首歌其实写的蛮悲伤的，看歌词就知道。他有一种就是反正就是江湖嘛，就是会有分道扬镳的时候，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后来分道扬镳的时候。可是我觉得男主角应该有什么原因在，所以才会就是变成坏的。可是他自己也不是那种坏，你懂吗？就他不是那种要什么毁灭世界什么什么那种坏，是他感觉有自己的理由。就他好像其实也，他虽然说会走邪门歪道，可是他不会拿利用邪门来做坏事。可是，在就是正道的，就是修仙的人的眼里，就是觉得他那样就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容易被误会的那种人吧。反正他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也是因为控制不住，因为其实你修邪道，如果你的心智如果不够强化什么的，然后就很容易被，就很容易会被怨气就是缠住什么。他想就是他前面就是好像是也是因为那个邪气的关系，然后有点会就是好像有一点被轻视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就啊。好害怕后面的剧情哦，真的是超刺激。对啊，对，波尔克，我就是用波尔克看的，因为就是他最近就是狂打折，所以我就狂买。对啊，可是不知道哎，可是这首歌如果放在 Q 版里面的歌也太奇怪了吧，不觉得吗？虽然他的故事有点哀伤，可是因为怎么讲，就是因为他后来转身了，这也不算转身，就是有一个人他生前就是有怨念，然后呢他就用了禁术，然后现身术，然后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反正就是现身了自己的身体，然后给魏无羡，因为他原本死掉。然后所以现在这个男主角呢是别人的身体，可是他的灵魂是魏无羡的灵魂，反正就是怎么讲，因为那个人已经现身了嘛，所以就那个人的灵魂已经不在了，这样就变成肉体已经是无限的，就对了。现在是在讲他的前身，原本开头是已经算复活嘛，也算是啊，就是因为就是被召唤出来的。然后他现在在讲他前身的故事，就应该就是要讲他为什么会被，就是他有四大仙界的人讲，反正就是四大仙，那怎么讲忘记了，反正就是四大的门派，然后他就是被四大门派围剿。可是我觉得他感觉蛮可怜的，我觉得毕竟你知道就是这种故事的走向应该都会有一点点穿插那种什么误会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被误会了吧，然后所以才会走上歪路。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也不算歪路，就只是你知道，他只是觉得邪术不是真的坏的，就是除非你拿邪术来做坏事的话当然是坏事，可是他其实并不是想要用邪术去做坏事，而是他想要用，就有点像以毒攻毒的概念，他就是以邪攻邪，他就是利用邪术然后来攻击就是邪的东西。可是这在别人的眼里就会觉得哦，他那个就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变坏嘛。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算变坏，去一些出版社摊贩的时候几乎一半以上都是 BL 的，我觉得你走错地方了。他有没有卖 BL 的？有啊，但是还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多啊，一般是小说那一类的吧，轻小说那一类的，像有一柜好像都是轻小说。谢谢，可以做个弥豆子柜子给你。我不要，弥豆子的柜太小了，装不进去。我没有软骨功，我只是很小只而已，可是我觉得我塞不进去。塞进去超贵嘞，太扯了。他可能要再做大更大一点点。
好厉害哦，看到了一个素人仿妆那个《延禧攻略》里面的那个嫔妃的妆，超像的，好可怕哦，好厉害哦，很像耶，超强的，哇哦，真的觉得会化妆的人超厉害。我只会化一般的妆，我不会仿妆，仿妆太难，因为你要去调整你的脸型、眼型、杂七杂八什么的，就是需要很多道具，有点太难。镜子这部散播欸，好好笑、哦！你说模仿什么？模仿人家发功吗？模仿发功应该有点困难啦。这也是怕他模仿什么啊？我问他，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模仿吗？哈？哈？模仿那个魏无羡闹别人的闹别人吗？应该也不会吧？是多闲？谢谢游戏哥的温手礼。对啊，我觉得 Q版太可爱了，就是配这个歌真的很怪啊，就是这怎么听感觉都不会配在 Q 版动画上。这音乐有点太悲伤了，Q 版看起来就不会悲伤，就感觉很可爱啊，不知道为什么，悲伤不起来，就觉得太可爱太 Q 了，找不到歌。对，第二季变原创剧情，那个约定的梦幻岛。因为我还没有看第二季，然后很多人都说第二季的剧情已经跟漫画不一样。我说，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去看漫画，不应该看动画？听说漫画动画改超多的，看来我是不是不应该？啊，这样感觉会跟原作差很多哎。可是怎么会删这么多，好怪。因为照我讲，不应该是会跟应该要跟漫画差不多嘛，不然的话这样子很奇怪吧？就像不会有问题吗？就是作画或者是故事情节上的问题，就是不会，他还是他可能跟，因为正常来讲都一定要跟，就是漫画家就是沟通好，然后才能做，不是吗？还是可能漫画家想要再做另外的结局之类的。好好奇哦，什么意思？做不一样的剧情，感觉很奇怪。怎么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找不到歌。因为我很喜欢看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 YouTuber 的那个 YouTuber 的那个一些，反正就是玩游戏啊什么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恐怖的那种，解说之类的，什么悬疑啊什么那类的，我喜欢看那种奇怪的东西。M 是日本版第一期，第一期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日本版第一期？看你用哦，对啊，没有，只是已经。蛮亮的，要看吧。我有时也不一定会那个真人版的《陈情令》说也不错，可是我就觉得我对真人版的没有那么爱，你知道吗？我还是喜欢虚拟一点的东西。我对真人版没有那么的，我没有那么吃真人版。谢谢看我们的正题告白。没公车，有公车是有公车，可是很少啊，就是基本上很早就没有了，就是可能五六点就没了吧。就完全没有东西哦，它是前尘篇的、哦，真的假的？啊，所以它是上一季的，那它是第二季的歌。哪来的山猪啊？连马都没有，好不好？傻眼，没有马也没有山猪，好吗？没那么偏僻。现在在那么偏僻，说不定也看不到了，突然被抓起来，快笑死！我有特别帮这部写吗？算是写，一定是会为了某一部动画写歌词啊，通常都会这样，通常会根据那个
那一部动画的感觉，还有就是内容什么下去编歌词，所以其实看歌词的话看得出来，就像 Fate 的歌肯定就是为了 Fate 做的歌啊，不然怎么会叫动画歌，因为动画歌就是的歌词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那个动画做的，所以不会有就是不会有就是拿它做好可是的歌然后来用，因为通常还是会跟内容有点类似。我要成仙，渡劫是这样，身世比较可怜，也不是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世是什么，可是是他就是被某一个门派的庄主捡回家的，但他可能个性原本就是那样吧，我觉得他原本的个性可能就是调皮调皮的，然后爱玩，很爱好自由之类的。啊，他是谁啊？谁是小鱼儿 ？Noctis， 真的假的？又是 Noctis 的声优 ？Oh my gosh！ 那肯定是要看的呀，快笑死！那这 anime 的快一半都是 BL， 嘿嘿。也没有啊，是另外一面是 BL， 后面那一面不是 BL 啊。BL 书其实本来就不小。哦，对，它有广播剧版本的。但能画出正太中吗？正太哦，不会画，其实没画过。而且因为其实正太版就不太需要画什么妆，对啊。不知道，没试过。但他应该也不太需要化什么妆吧，感觉。看吧，他看到看不下去。你知道梦幻岛？对啊，因为听说还蛮改蛮多的，就是改把某一个角色直接去掉，然后哦，真的假的？那我怎么看啊？跟原版完全不一样哎，有点害怕后面的剧情会怎样，你知道吗？因为以男性之间的恋爱为主，没有什么模仿，还好吧？那思维也太，他们的思维也太保守了吧？都几怎么都什么年代了？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那种事情还少吗？因为我觉得挺正常的呀。就算不是未成年，成年人也会有啊。塞说啥？唉，谈了五十话，真的假？哦，难怪。那为什么砍那么多啊？为什么不照做就好了？就觉得很花钱嘛。就是如果要全部都做完的话，可能会比较花钱吧。谢谢妹姐生日蜡烛。日本语字幕版第一期是吗？可是我听的是大陆版的，什么意思？好难懂。哦，对，我有看，我有看《神剑闯江湖》的真人版，真的很好看，超赞，男主角真的超帅，因为男主角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嗨，虾虾，通常动画歌都会贴近动画内容，对啊，不然我画会很奇怪。对对对，就是可能，但也不一定，因为其实你在做这部动漫的时候，就一定会先想好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做歌，所以通常应该是一起进行的，因为你不可能动画做好才去找人家写歌吧，这样很奇怪，你一定是一起嘛，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故事啊，那你就是直接把故事给。作词作曲人听，就是作词作曲人看不就好了，那他就可以依照那个故事性去作词作曲啊，所以其实也不一定会有曲先做好问题，因为万一他不知道这个故事在干嘛，然后可是他曲调做的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上不一样的话会很奇怪，所以通常应该会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就找好歌手才对，不会应该不会
不会你做好才去找吧，那太晚了、啊、一定是做的时候就找啊。而且其实做一部动漫其实也蛮久的，所以时间其实很够，他也不可能叫你一个月，或者是你一个月的动画绝对做不出来、啊、一个月超久的应该也不太可能那样，所以就是也是超慢、欸、超快的，一个月很短，也不可能一个月动画都做完啦。就是通常马都是做的时候就找歌手，不太可能做完才找歌手啊，浪费时间不知道地鼠吗？可以拿来吃根本抓不到好不好，我妈是想抓抓不到，很白痴欸。哦，没看过绝代双骄骄骄骄骄骄，不想做第三季，真的假的？可是如果很多人看的话，其实做第三季也没差吧。嗨葡萄冰沙，嗨 Jeff， 还是小时候漫画改编。对啊，就是很多嘛都是小说跟漫画改编。魔道祖师就是小说改编的、啊，他本来就是小说改编的。那小说有没有赚，我是不知道啦，因为现在做到第四，好像应该是第四集吧，但我不知道后面的剧情是什么，因为好像还是在写，就是他重生之后的故事什么的。噔噔噔噔噔，嗯，有啊，但是我不会用，反正通常都是我爸妈在用的。我不太会处理什么捕鼠夹，而且那是地鼠，地鼠跟一般老鼠不一样，地鼠跟一般老鼠不一样，它特别大只，就是它是有点像那种，它有点像那什么，它有点像土拨鼠的感觉，嗯，反正就是比较大只，应该不能叫地鼠啦，应该是田鼠，但我们家有田鼠，就是比较会在土里啊钻来钻去，然后把你的土弄乱七八糟那种。但最近好像没有看到耶，可能去冬眠了吧。这要是改编台剧，应该会超吵，笑死。它其实不是土拨鼠，是田鼠，就是不是那种土拨鼠，因为台湾不太会有土拨鼠。Hello， 强帅先生，其实那个叫田鼠，就是台湾的品种，好像不是土拨鼠，因为土拨鼠要再更大只，我们这种好像只能叫田鼠。因为品种不一样，对，我记得台湾没有土拨鼠，土拨鼠好像就国外有。天地创造设计部没听过，这是什么奇怪动画？为什么这有那么多奇怪的动画？打地鼠。不知道哎、欸，反正最近就不见了，他可能跑到别人家的田吧。那我们家附近很多田。他可能跑去别人家的田之类的。因为我们家隔壁有一块田啊，他最近跑到哪去？不知道，不要问我，不知道，我才刚回来，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反正看起来是不在了，看起来应该走掉了。因为以前都会有一坨一坨一坨的土，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可能觉得没食物就走了吧。我们家本来就也没什么东西啊，嗯，家也没什么东西给他吃啊，他只能吃土里的东西，可能土里的东西吃完就走掉了吧。好像有土拨鼠吗？没看过，没看过土拨鼠，而且土拨鼠正常的家里不会有啊。超疗愈的动画是、喔，我常常都没什么兴趣，对疗愈系好像没什么兴趣。就最近大家不是都看那什么天竺鼠车车，我也没什么兴趣。我还没看到后记耶，我来看一下，我上次看到第三集对不对？我来看第四集。什么什么角角大扫除？因为要过年了嘛，是要大扫除。快点，你的广告好久。I don't care， 快关掉，超久。来看角角大扫除，
蔡米酒，这是谁啊？导演吗？导演的弟弟，导演的姐姐的弟弟。不对啊，我在说什么？好好笑，他的声音很好笑。搬新家，不知道，不知道去哪裡。他要干嘛？蔡李明的保温瓶，今天他到第六话，对啊，他有蛮多，他好像到第六话了。什么僵尸？什么鬼东西？啊？僵尸？好可爱哦，好强哦！啊，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要给他吃垃圾？Uber Eats 祝你新年快乐，乐乐乐！无限次零元外送。好，我看不懂。还是不懂他的魅力在哪。I can't understand。你给的给哪个死？爱奶冻卷哦，他很贪吃是不是？哦，他很贪吃哦。哦，这个是导演是不是？我刚刚车里面那个是导演哦。我以为导演你坐在更辣，你知道吗？就感觉会更老。嗨北原，嗨 ONG Kobe， 下雨的生日蛋，不是生日蜡烛。嗨明丽，嗨柚姐，给我一脸问号，我有点懵逼。行车不能吃东西，行车都不能吃东西，是不是？
好强哦、喔！这姐那个嘛，什么鬼？好强哦、喔！什么东西？谢谢温暖的枫叶，好强哦、喔！赛罗红，都在等咒术哦。对啊，我也在等咒术，但他不是有更新吗？忘记了。有没有看？什么？忘记什么东西了。还没有看那个《鬼灭》的特别篇吗？应该是吧。哦，不是预告，笑死我！我不是要看预告，我要看第六集，在这。喂喂。喂喂喂喂喂，他的声音好难哦、喔！喂喂，太难了。谢谢到你玩的紫普的首领，嗨阿冠，嗨包子，嗨 MK， 嗨 Rex。巧克力做的，好好笑、哦，好笑、哦。Hamburger， Hi Burger， 有点难懂，什么意思？完了，我跟不到他的，我 get 不到他的点，就是可爱而已，看不懂啦。电话，你那是生日蜡烛，吃饭也要保持安全距离，什么鬼？谢光的爆竹，搞你今天吃啥？蔡小恩，烧肉，我也吃烧烤。今天有跳电哦。对啊。我知道。大概五六，大概七，大概。七八点，哎、欸，七点对啊，差不多七八点的时候，他突然下大雨，然后就跳电，还跳了两次，真的是乡下地方，你知道吗？跳电已经是平常事了，怎么跳电呢？超好笑，而且根本就没有下多大，对呀，没有下多大，然后还跳电呢、欸，超烂的。
什么网络炒红？看莎莎，我也不看莎莎。什么莎姑啊？那什么？也是 VTuber 啊。啊？不是啊，他是说那个，他是说小朋友在看的。哦。鲨鱼的那个鲨啊？尴尬。那是什么？莎莎是什么？那什么奇怪的动画？不是，他是喜欢什么奇怪的卡通？什么那首歌吗 ？Baby Shark？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什么卡通吗？没印象有这个卡通哎、欸，就这个、欸、什么出动鲨鱼，这个玩我们这个我们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哎、欸，这根本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卡通啊！我就无法理解现在的卡通在说什么东西。我也不太看，小时候我也不太看卡通，就是那种。幼幼台卡通我也不爱看，我都看动画比较多。我会看卡通，其实会看那个什么，我会看什么那种什么飞哥与小佛那类的卡通，可是我不太会看那个什么，就是幼幼台那种卡通，就是好无聊、哦，就是没兴趣。嗨，法兰森都看 A 吧？没有啦，小时候没看 A 吧？好，那我才那么小，快笑死！后面卡通有些对话比较好笑，嗯，也还好，就觉得比较有趣吧。就是其他的就不知道，就没什么兴趣，就不会想看。不是那个莎莎好吗 ？Hello， 我是说卡通的莎莎啦。那不是 VTuber 吗？他们总会在看这个东西嘞。他们是看这个，小朋友看这个，小朋友会看 VTuber， 我怎么都不知道？屁呀、啊，小朋友哎、欸！他讲英文呢、欸。Come on, PC, you can do it. Let's go see what the ghost is up to. 英文。呜呜。不叫喂。哇，那好鏘喔，這 VTuber 很鏘欸。And yet it is still lit. Truly the most mysterious of mysteries. Oh, it's no longer lit. Okay. 好鏘喔。什麼意思? Okay. I'm scared now. I'm going to go to the bathroom. I need to take an eye. 他 in-game 很強，真的假的？這小朋友不會看這個吧？但他是外國人欸，他是外國人。你在看喔？他們叫我看的。他們講的就是這個嘛。好像是欸。可是小朋友然后看这个，小朋友在看这个吗？没有吧？啊、什么？小朋友在看这个吗？不知道。现在他已经在这里告白。他是外国人哎、欸，外国的 VTuber。他就 Ian 啊，没有他也是，他也是 Hololive 旗下的、啊。哦，是啊、喔，可是外国人。他们为了拓展欧美市场。哦。我设立的。什么屁屁侦探又什么？这我也不知道什么。可是我也没看巧虎啊，他姐姐是 P 字型脸哈，飞哥小朋友姐姐是 P 字型脸吗？啊是哎、欸，哎是哎、欸，突然想起来。好鏘喔。Oh, a
Okay,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Let's put it here. Nice. What? Okay. 怕爆. I'm going in. I'm good at it. Okay, thank you. You guys are so smart.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 Okay, okay. Okay. 到底？哇！ I can make that noise too. 对，好可爱哦，而且他声音很可爱耶。他声音很可爱耶。跟 Peppa 差不多。对啊，他声音好可爱，而且讲英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可爱哦。哇 ，PP 侦探超爱的。什么 Muse Dash？ 我没有玩过那个游戏。Pac-Man.